大家早上好，一大早的米酒爸爸又在厨房忙活了，我们来看看他在干嘛。做啥早餐呀？我们喝豆浆，小米酒给他弄个南瓜小米糊。做米糊啊？啊，还养胃啊？嗯，豆浆他要少喝嘛。嗯，给他弄个这个养胃。这爸爸也太会安排了吧？南瓜米糊吗？啊，这边煮了鸡蛋。煎那小破壁机呢，这个小型破壁机打的米糊营养更好吸收，更细腻一点，可以打豆浆，可以打米糊，还有一些果蔬，比较适合小宝宝做那个辅食。米酒爸爸想的还挺周到的，给小米酒单独打个米糊。好啦，一会儿功夫一碗米糊就好啦。我们小米酒自己穿的衣服，爸爸。哎呦呀呀呀，你想自己会穿衣服呗，我看看你穿的这衣服穿反了，反着穿啊。自己爬起来穿个衣服跑过来，两个人在那儿看打米糊。这个破壁机声音还挺小的啊。嗯，那什么打米糊？就是用这个破壁机把那个米打得很细很细。爸爸在给你做营养早餐啊。这个转起来声音也很小。爸爸，我给你扒鸡蛋好不好？好，看看这多孝顺，给你要扒鸡蛋呢，你给他做营养早餐，他给你扒鸡蛋。你看这动作多娴熟，哎呦，扒同伴年纪呢，嗯，超级棒，一气呵成。你看看人家这专业扒鸡蛋的，哎呦，米酒爸爸这一早上都是甜的。这就给谁扒了？这个那我自己搬，那我拿去吧。那你搬吧。那个糊的蛋我不想吃。不是糊的，是有一个不新鲜的，昨天的鸡蛋。我给妈妈搬了吧。哦，又给我了。嗯。哦，想想还是把好的给我们吃了。那你吃哪个？那个不糊呢。对，不是糊的。那是不新鲜了。你能不能吃完那个鸡蛋？那我们俩分享吃好不好？好。早上给爸妈扒鸡蛋，把好的也留给爸妈吃，完全是长大了的样子。小米酒，你长大了也会这样吗？嗯。但是你们都老了。哦，老了，那你更应该对我们好是吗？嗯。看看没扒错吧？没扒错，都扒好了。哦，谢谢。那你吃哪个？谢谢你。吃那个。你吃这个。我们俩分享吃这个吧，好不好？要不我吃那个。我们俩分享这个，好不好？好。妈妈，我扒鸡蛋扒好不好？好啊，非常棒啊！你看。鸡蛋壳。嗯，好啦，我们俩分享吃啦，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哦，你的一半。嗯，米糊好啦。还挺快的，一股香味就出来了。哇，好细腻哦，一碗还没倒完。这碗米糊是小米酒的，太烫了，我要把它晾一下。看这颜色我都想喝了。那你剩下的你喝呗。嗯，你这么会做辅食，那二胎的辅食就交给你做了怎么样？我做呗。爸爸以后给弟弟或者妹妹做辅食行不行？我给弟弟或妹妹做辅食好不好？你做呀，那我有点怀疑你的技术呀。你能做好吗？嗯，都会给小牛他们做饭，和自己妹妹做饭。做什么饭呀？做鸡蛋面饭。鸡蛋面，还会做什么？还会做番茄面。番茄面。还会做青菜面。都是面是吧？还会做青菜米饭。哦，青菜米饭。那到时候妈妈教你给弟弟妹妹做辅食好不好？我会做那辅食。 我不会做那就算了嘛。不会做就算了。我们小米酒再啃一个大肉包。爸爸也要去上班啦，今天又是我们俩啦。妈，今天小牛他们要开演唱会，等晚上才开。哦，我走了。好，爸爸，小牛他们那女金生要开演唱会。嗯，你要去看吗？嗯。啊，那你去吧。晚上还有啊。嗯。晚上有。那
上等我回来看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跟爸爸拜拜了。拜拜，但要慢点哦。爸爸听到了。这个操心的人哦，爸爸慢一点哦，每次我下楼梯他都妈妈你要慢一点哦，不要摔倒喽。那你像爸国英那样的啊？那你像爸国英那样的哦？我上班你也那样跟我说让我慢点啊。 好他很胡乱命。你喝完你的，我喝壶里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也来半杯。自己喝那是不有营养？对呀，这个就是专门给小宝宝喝的，养胃的呀。妈妈，要不我给自己榨豆干吧？嗯，也行啊，到时候你来学吧。这一碗你喝得完吗？能。跟大家再见吧。再见，拜拜，下期再玩。嗯，拜拜。